咱有一个这个高阶的仪式吼，要来邀请到咱的李长吼，吴云燕李长，咱四吼来给咱做主持吼，掌声鼓励起来，掌声欢迎，谢谢谢谢两位这个帅哥美女哈，感谢咱两位优秀的主持人哈，现在呢，咱要来进行着会议的高阶，啊，麻烦咱信任宫全体委员。信任宫全体委员，请来到头前吼，因为咱要来这个做会议的交接，啊，有那边邀请到咱明年准备要来甲咱承接主办的这个委会宫啊，委会宫的代表主委还是副主委吼，麻烦准备。首先呢，我先来邀请到咱信任宫管理委员会柯俊雄柯主任委员，请咱柯主任呢。先代表咱管理委员会，甲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请拍个破声，欢迎到咱的柯主委，谢谢。所做的，亲手播的，来啊！大家好，好，哎呀，谢谢啊，谢谢啊，台中圣王的，会长呐、哦，廖会长。荣誉会长李会长及各位、我们开庄圣王的联谊会的各位、干部各位、厨师们各位友会的火庙的各位主任委员诸位大德，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好，很欢喜，今天看到讲安尼，咱优惠遮的大德，遮委员先进，祝大小弟捧场，在即只遮啊真炎热的所在，安尼大家踊跃来到我台湾龙楼新安街，来咱举办第二十五届的这个。圣王宫的灵游参会，相望各位前辈会当挂工，会当来到这给我斗老热，在这小弟尽代表我圣安宫，感谢各位的来临，也感谢各位的指导和牵加。但是有一点交代不周的所在。希望各位先进，包含再包含，积德再积德，祝福大家吼，初潮初财无酒，免客气吼，啊，我盐河北吼，啊咧啊，有闲来咱来遮来咱七道台，咱一起啊行坐坐咧吼，感谢各位的今仔来到，非常感谢，祝福大家家庭美满，事业成功，咱。开宗圣王的显灵，保庇大家拢大赚钱，好无？感谢各位，谢谢。谢谢主委。要来请咱这个红叶哈，开宗圣王没有冲过哈，冲过咱的主委，我们马里过来一个哈，谢谢。来，今麦我们来邀请咱总会哈，总会咱的理事长，啊个营务的理事长，啊个有咱这个常务理事啊，常务理事，咱总会常务理事哈。我们邀请您先算上台来哈，因为咱即马要进行咱这个会议的交接，啊，伫遮呢，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咱即马先进行会议的交接，啊，咱阁继续了呢，咱阁继续用餐，等要接近尾声时阵，咱较要来举办工商会议嘛哈，啊，迄阵啊，就要拜托咱国友宫哦，咱甲以诚恳的心哦，咱来。共上这个会议啦哈，来咱请总会这个常务理事、常务干事、阿理事哈，啊，搁有咱红叶冲哥哈，红叶冲哥，伊讲要请你起来嘞，讲要请你起来，是，好来，开始啦哈，
啊，咱先热烈掌声，感谢咱台下顶吼，即几位啊，咱这总会的这会长、理事长吼，啊，常务干事、常务理事，啊，搁有理事啦吼，感谢您，感谢您，辛苦辛苦。啊，嘛要请咱这个梅山卫会长吼，梅山卫会长的这个委员、副主委哈、副主委来代表要接这个会旗嘛吼。来来来，拍手拍手，来麻烦一下，谢谢。咱今晚要来交接会旗，就是一种责任的托付，托付啦哈，责任的托付。咱今晚由第二十五届考试的委员，将这个会旗呢，亲身来交接给咱梅山卫会长，每年都要来举办的这个副主任委员来代表。咱掌声，掌声，咱做一个会旗的交接，会旗的交接，感谢咱大家。咱的南区联谊会，南区联谊会第25届，到最后第26届啊，每年都每年都要举办的哈。咱的梅山卫会长，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啊，伫咱总会吼，总会所有干部的见证之下呢，啊，咱顺利来完成着这个会期的交接，会期的交接，感谢。是不是来邀请到咱每年要来主办的咱的副主任委员，要来给大家欢迎一下，好不好？请伊给大家欢迎一下，啊，谢谢。各位先生啊，欢迎阮阮梅山会长每年给阮主办哦，啊，要欢迎大家来甲指导，哦，啊来阮来甲指导一下呢吼。我叫各位这里大家大摊子一声，那是苏苏苏，谢谢。啊，阿伯，我们一起鼓好不好？来，感谢咱大家一起鼓，谢谢，谢谢，谢谢。啊，咱顺利来完成着咱的会期的交接吼。啊，等下咱这个用餐买些时阵呢，咱卡来进行着工商会议啦，哈，工商会议的这个仪式哦，小心小心，麻烦咱大家阁继续用餐哦，啊，咱卡等下做回来工商会议啦，哈，感谢咱大家，再把麦克风交给我们很优秀的主持人，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咱李丢姐啊，哈，哦，啊，来来，感恩这次是这个高级会议哈，对，啊，这是一种象征的传承，对对对，哦，辛苦了，辛苦了，啊，接到这个会旗之后就有重责大任，对，哦，阿爸给每一个人这个会旗了尽心尽力，啊，这些好兄弟好朋友会跟咱斗阵行智慧哦，啊，共同来打拼，是的。感谢大哥苏坤，谢谢。感谢苏坤姐，感谢苏坤。哎，不是呀，谢谢，谢谢。那开张圣王庙，我们的总会速度加快哈，谢谢。心心不怕你一把你手一天打起心不怕我们社会局局长我们常总书记站在这一桌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局长局长哦他们大伙伴的李健老师的伙伴谢谢还有我们的主委感谢大家台湾书会大家